为你品酒说走就走，我是 Ken， 我是宇君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节目，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介绍我们的苏格兰威士忌。今天呢，这瓶酒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它是来自 Speyside， 它是在一个地区叫 Dufftown， 这个是在苏格兰的北部，离那个 Elgin 好像不是很远。你还记得那个什么 Flavor of Elgin 吗？那个 Moray， Glen Moray。Glenmorangie 的 Moray 呢，他们是同一个 council 哦、oh. ，对，他们是属于 Moray council， 做了一点功课啊。它叫什么呢 ？Motlock， 就是中文是木鹤，木鹤是吗？好像是仰慕的慕，巴赫的赫，嗯 ，Motlock 鹤的鹤 ，Motlock， 12 years old， 12年单一麦芽威士忌啊。然后这边酒的特别之处呢，是它在六个 pot still 里面的六个蒸馏器当中，反复的蒸馏，所以呢，我会 expect 它的酒非常的 pure， 很少的这种硫味啊，或者很少这些杂味，然后呢，因为六，其实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pot still 啊，就这个蒸馏器啊，其实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是把这个酒的这个酒精量给提升上去嘛，那然后不同的 size 的 pot still 会给它不同的 flavor，所以它这个六个 pot stills 是会给它不一样的，就反复的蒸馏会给它很不一样的这个味道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好，然后呢，它有一款是15年的威士忌呢，在那个就是 Diageo 出的那一款 Game of Thrones 权力的游戏啊，权力的游戏的一套 collection 当中呢，它的15年是那个老鹰的那个精品，是那个精品，那个精品，就一套里面卖的最贵的，然后颜色最不一样的那个。我们有一套啊，在那个我们的另外一个 studio 里面，然后那个。那个金色的瓶，下次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在下面留言，我们会给大家开瓶那个金的 Motlock 金色 Motlock 15年。是，我想说我们那个《权力的游戏》那一套，好像说了一年多要开，好像还一直没有开。慢慢来嘛，有那么多酒要开，是不是？我们这个细水长流哈。Anyway， 我很期待这瓶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提到它是 2.81 distilled 啊，就被 distilled 了 2.8 亿次。哦，这个数字很奇怪呀，为什么是 2.8 亿次？其中它这个名字也叫 Wee Witch 啊 ，The Wee Witch，The Wee Witch 是他们这个六个 pot still 当中其中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pot still，最小的一个蒸馏器是在最后用的，所以它加。小的这个蒸馏器呢，会给它带来怎么样的不同的味道啊？我们期待一下啊。首先呢，这个酒庄 since 1896啊，就1896年成立的。然后呢，这个 Motlock whiskies have been uniquely 2.81 times distilled。他说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2.81次蒸馏。是跟他那个六个蒸馏器来来回回反复有关系吗？有可能。这里下面有说，所以他说 ，Our spirit crisscrosses between six copper stills of differing silhouettes 0.81 more times than a Scotch standard。所以它是0.81次多过这个Scotch standard。所以它来回可能2.81次，或者平常的可能就是两次。要求两次，但是它是2.8一次，为什么这个0.8一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 It is an exact science graced with a touch of magic from the Wee Witchy, the smallest of our stills。所以这个 Wee Witchy 是他们最小的蒸馏器。Since it was first forged more than 120 years ago, we have fastidiously ensured every dent,and detail remains unchanged because it is within the copper chamber that the specific richness which has earned Motlock the reputation as the beast of Dufftown.
The beast, okay. The beast. 那是很奔放。The beast of that town. 我看到这一个称号，我会觉得他的口味应该是很奔放的那一种。所以他的这个在那 Game of Thrones 那一套也是精装的，然后是一个老鹰的头像、非常漂亮。好的，所以他这个包装也是蛮好的、然后他的网站是在那个 malt.com。Malt.com 是他们的网站，可能是 Diageo 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这个网站的一个、对于这个品酒的介绍、它的包装上面也写到、它的一个、蒸馏的一个过程、它是在这个六个蒸馏器当中来回蒸馏、然后呢也有一些 tasting note，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一一介绍。对，我觉得他们的颜色是苏格兰的颜色、蓝白，哎，经典的，是的，观察非常仔细啊。好的，那我们开开来，打开它，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哒哒哒哒，哇，好方呀，就感觉把每一寸的 area 都用到的感觉，刚好一个。哎，这是哎，它750毫升，我刚刚从那个字眼上看，750毫升，750毫升。OK。啊，它的颜色也是偏深一些的啊，那。说明他12年也有一些 oak 啊橡木桶给他带来了一些着色，但他是没有添加颜色的啊。是吗？他没有添加颜色，他应该是没讲的。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请给我们点赞 ，smash the like button， 来支持我们，点赞支持，谢谢大家。他这个 modlock 的标志啊。如果在澳大利亚的小伙伴们可能会知道，它这个标志是那个 Meriton， 就我们的一个非常有名地产开发商的地产开发商的标志、到底谁抄谁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所以我刚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怎么那个 Meriton 的Meriton 的这个酒啊，买房送酒，买房送酒，买酒送房啊，买酒送房也不错。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瓶尝酒。芳香扑鼻，直接闻到这种浓郁的水果 水果味、雪梨桶的味道。哇，我觉得好像最近好一段时间没有喝这么芬芳类型的酒了。花蜜，对，花蜜润。这、雪莉的这个味道非常明显。好的， Cheers， Cheers， 润。哦，很柔软。Beautiful， 像少女一般。我觉得我最近因为喝了很多这个桶强的威士忌，对，我感觉有点淡，是有点，对对对，但比较它很柔顺、所以我就觉得我马上联想到就是很甜美的少女的感觉，甜美的少女，很 soft， 它入口给你的感觉完全没有要跟你的味蕾打架的意思，还不 spicy。 越闻那个雪莉味越那个，越而且越喝越顺，对，很顺，这个入口非常的顺，好久没有喝到入口这么顺了、我们喝惯那大老爷们那一种酒，喝惯了桶强的酒，对、非常好喝。我刚刚有一刹那觉得这会不会跟那个 Damo 很像，因为 Damo 那个就是 honey 味很浓， Damo 12年那个 honey 味非常浓。我觉得 Damo 的那个雪莉味可能还更重一些，更重一点。对，这个雪莉味是有的，但没有重到说，偏甜啊，或者说那么水果味那么强，非常的清甜。像一个那种清甜的山间的小溪里面的水的，对，真的真的就很柔和很干净，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刚刚说的、干净、是不是你刚刚说的因为它 distill 了这么多次、把很杂的东西都去掉了，是非常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们，就是说这个酒当中这个 sulfur 这个硫啊，那一部分原因，这个 copper still 就很多的蒸馏器用铜去做呢，也是铜可以跟硫产生化学作用，综合掉这个硫的味道。所以好的一些的酒厂呢，都会去不断的擦拭它的铜啊，然后把这个铜的那个金黄色给它擦出来，擦出来之后就可以跟你 maintain 好了这个铜的
蒸馏器以后呢，你的酒酿出来的杂味也会很少很少。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tasting note 吧。哦，首先它的 tasting note 给了我们一张图啊，然后它上面写 PT Malty Fresh Woody Spicy Fruity， 就是烟熏味。我完全同意它的 PT 零在中间，完全没有烟熏味啊，所以它不是被 pitted 的威士忌。嗯 ，Malty 它给了在中间两对两分，它一共是四分啊。Malty 有两分 ，Fresh 三分，所以是比较 Fresh， 确实很 Fresh，非常的顺口。Woody 给了一分，我倒觉得我还觉得它蛮 Woody 的，有小 Woody， 对对对。Spicy 两分。然后 fruity 给了他满分啊，我倒觉得没有那么多 fruity， 我倒觉得蛮 woody， 我会觉得 woody 会差不多三到四分，四五分以上，然后 fruity 可能在四分，三四分。我会把他那个 spicy 跟 woody 调转过来的分数。哦、oh, 耶、yeah. ，spicy 并不是很 spicy。嗯，好，那他的 cask 是 ex sherry 和 ex bourbon casks， 嗯，所以他是雪利桶和这个。美国橡木桶，嗯，然后 taste， rich, fruity and vibrant with hints of umami， 嗯，是 umami， 香味啊，鲜味，umami鲜味，鲜味 ，light spice, dark chocolate and cherries leading to a smooth yet dry finish。嗯 ，interesting， 嗯 ，dark chocolate, cherries， 这是雪利桶的味道，对，嗯，我倒想说我喝出来一点 banana 味道。因为它顺嘛，像对，就是很柔软的水果啊，那一种香香的。他说 ，serve add water or ice to reveal the true Moloch character， 所以要加一点点水。加这么淡哈，我们加点水看看它的味道啊，能加个两三滴就够了。给了我六滴，谢谢。我要来个六滴吧。因为我们酒比较多嘛，所以我就带点。哇，酒精味马上飘出来了。所以加水是会把它的 vibrant， 它的这个酒精给带出来的。我刚刚看到它包装上那一句 "The Beast of Dovetown"， 怎么一点都不 beast？ 我也觉得没那么 beast。这是一只小猫吗？没那么 beast， 温顺的小猫。可能我们的味蕾也比较适合于喝桶腔了啊。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加点水果然是更香甜，甜了一点，更香甜了一些，嗯，不错啊，我觉得加了水之后，我会对它加分的。我觉得加了水以后，感觉像在里面放了一块糖一样，突然就除了你闻到酒精都往上飘了，都飘出来了，但剩下的就是，像放了一块糖进去，好的，那这么一款 Mortlock 十二年 Single Malt Whisky。多少钱呢？市场售价105澳币，105块，还可以哦，还行。但其实是可以买到比这个更便宜一些的，对，打折可能就80-90块，嗯，或者在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们可能买的就更便宜了。当然，那这瓶酒你给它打多少分呢？8.5分，哦，那不错，挺高的，为什么呢？感觉这是一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威士忌，它的味道，我就说，又是属于那一类什么样的人，就是普音款吗？你想说？我不是很喜欢用普音款，普音款感觉就很 low 了。我觉得就是那种不论你什么性别、什么 background、什么年龄的人喝了都能接受的一款。Basically, it's hard to say it's not good。很难说它不好喝的一款，但同时的 downside is 没有特别鲜明的一个特点，对，很难记住它。对，我会，如果你让我盲饮的话，我可能会想到是比如说一个 Glenfiddich， 或者一个我觉得它跟那个 Dalmore 有点像，就是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其他几款，就是换言之它不是那么的就是独特，没有那么的独特，那当然我觉得我会就是这个味道我会愿意一直买它，
我觉得它设计还有包括它用的颜色啊，用的那个香精的字体，我觉得这我都蛮喜欢的。嗯，蛮设计还算是蛮高档，有点像我今天看这个颜色搭配，除了想到苏格兰旗以外，想到那西装的店。嗯，对，嗯，是我给他打七分。喂，就我非常赞同你的意见，嗯，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去喝的话我会喜欢，但是因为我的评分标准是我会不会推荐给别人喝，嗯，那你说我会不会推荐他，我不太会，就我会觉得啊，哦，OK 你买了这瓶就买了，然后他算是就像你说的普饮款一样的，就非常普通的一种，给我一种非常普通的感觉，然后呢虽然它很纯净，然后那个我觉得加完水以后也会给我加一点，加完水我给它 7.5 分吧，加了一点点水我觉得还是带出了一些不同的味道，我觉得加完水我给它降了 0.5 分，但那个我会觉得我不太会推荐就是非常普通的给我的朋友去喝， 就我很难去记住它，对，很难记住，我很难会去记住它，那我觉得，哎，买了就买了，哎，我就 tick my box right， 就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艳，或者说，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好像比较缺少，雪莉头的味道也没有很强，然后也没有很重的 PT 味，中规中矩，然后也没有桶强给我带来的刺激感，可能因为最近我桶强喝多了，所以味蕾开始变得挑剔了，可能也变得重了一些，偏桶强了一些，所以我这款酒的话呢，我觉得它比较普通，但是呢它可能是会大家的 go to 或者一些普饮款拿来就是做一个 day to day 的，酒，我觉得并不为过，所以，推荐的话来说我会给它七分，但是，就是说会不会去品尝它喝它呢，我觉得也会，比如说当做一个就是 everyday drink，非常的 everyday drink，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这次是我跟 Ken 应该都是第一次喝 Mortlock 的任何产品，它这个牌子 is very new to us，我们是一张白纸，但我觉得通过试他们的最普饮的这一款12年的，我会去更有兴趣尝他们其他年份的吧。是，OK， 那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呢，请记得继续给我点赞关注，然后按起小铃铛，然后记得每天，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每周观看我们的节目，每天看也可以啊，每天都看到大家钱包，要小心自己的钱包，因为不是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说看了你们的这个，然后马上 上网去买了三瓶每天看是，但很欣慰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自开播以来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年少一周，差不多是这么长51周的时间啊，但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开了40瓶酒了。其实我是真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已经接近2000个订阅的观众朋友，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的支持啊。嗯。然后我们也只是一个很小的 side project， 就想每天每周给大家开一瓶酒，然后把这些感受、经历和体验记录下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讨论的地方去跟大家分享讨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当做自己的一个记录，但结果没想到很多人朋友们呢是在下面跟我们，各种交流啊讨论啊，然后告诉我们呀，他们去买了这个我们介绍的酒，突然觉得压力好大，觉得哇好欣慰啊，欣慰，然后对，非常欣慰，但是也有部分就是觉得压力好大，哎呦不敢乱推荐啊，我觉得压力还好，因为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受了某个品牌付费的一个推广，对，所以说我们家开的，但是想付费的我们也接受啊，那个以后再说，但我觉得 so far 就很 enjoy 那种我们看到哪一个牌子哪一瓶，我觉得好像想试的，然后就一瓶一瓶排着队开给大家，对的，对，因为就讲很真实的想法，对，人家觉得没有那么有印象，下次不会买这一瓶，我们也会照样讲啊，说实在的， 对，这样也好，其实我愿意把真实的一面或者我们自己的真实体验介绍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促进交流，然后也，把我们经验回馈给大家，非常好，已经做了快一年了，然后记得希望我们体验
我们在一周年生日的时候想去开一瓶。我们什么酒呢？我们还没想好开哪。我们还没想好，记得输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哦，因为家里排着队的酒太多了，然后你实在很难挑一瓶，可以代表我们一周年的一瓶酒。是，记得在下方的留言栏当中留言哦。嗯。OK， 那么 lock 喝好喝，请不要贪杯哦。不要贪杯哦，尤其是在家 lock down 的时候，请千万不要一天把这个喝完。你说你自己吧，一天把这个喝完。某一天呢，两天吧。